现在缺点是还没有拍到雏鸟。哎，雏鸟那边有的东西呢，看一下。哎，两只雏鸟探头，哎，两只雏鸟，对，两只雏鸟在探头，白白的那个，刚才被它收工回家了。我看草地上这边有点白，草丘这边有白白的在动。4K30/60:8 ISO8000。我把高度拉下一点。现在应该还是低差模式，现在没有转动，所以大概是1800mm。哇，看到了！30:1，ISO8000，4K30:8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要大便啊！嘿嘿。哦，给你们看。有看到了，很清楚。对，很清楚。好像躲起来。躲起来。对。准备收工了，今天主要是来拍雏鸟探头的，然后也拍到了。还没有电，还有电。今天的目标达成，要拍雏鸟探头，两只雏鸟漂亮。好，收工回家。明天后天没有时间来了，只能下礼拜再来。这班牙应该就会飞了吧？在公羊这边叫，应该跟我说 goodbye 吧？好，都认识这么久了，飞了！镜头带没法，回家，收工。右手臂，这样比推车轻松多了。左手拿脚架，在那个镜头盖飞出去，奇怪，镜头盖怎么那么容易掉啊？左手拿脚架，右手拿大炮，身上背背包，背另外一台相机。好，加上还有看到，不然我镜头盖掉了我都不知道。停车费多少钱？3点、4点、5点、6点，3个钟头，零钱应该够吧？100，请依显示。105，好，漂亮。为什么吸不进去？赏脸一下吧。是否要输入统一编号？
喂，回家。雏鸟探头，好可爱啊！等到快六点，它才探头。嗯，最后看太阳下山吧。今天的目标达成，拍到两只雏鸟去探头。就在太阳下山之前，两只雏鸟在这边看着夕阳西下，然后后来太阳下山了，两只雏鸟又躲进去了。今天唯一拍到两只雏鸟的画面。根本要打算就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看到两只很可爱的雏鸟，对对对，探头，哎，怕左边那只不理我，太酷了。嗯，哦，好可爱的雏鸟，嗯，来来来，公鸟带回来食物了，要不要吃鸡蛋？嗯，要不要吃鸡蛋？要不要吃鸡蛋？嗯，那是痔疮吧？那是鸡蛋啊。哦，雏鸟在吃小黑痣。要先拔毛，对，拔毛。嗯，好。小孩说拔毛好像。把头扭断，不然他等下一般会把头扭断，免得那个他们又起来咬雏鸟吧。看到很多那个都是被断头了。下面的订阅五十六点，都是顺便拿钱吧。